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今天我们在玩 PUBG， 我们在玩 H2Z2， 非常好玩的一个游戏啊。今天我在里面唱国歌，然后我要找一个老师的人，他会把车给我们。这个车你不能跳车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会死。真的吗？垃圾游戏，就学 GTA。我们什么时候掉下来啊？准备啊，就准备。刚可以离开的时候就掉下来。起来，不跳。真的，就现在就跳了。去哪里啊？就往上面飞啊，不是城镇吗？哇，我200公里每小时了。你按住那个 Alt 键，然后往后看，它后面没有人。按住 Alt 键往后看没有用。对，没有用。我可能怎么可能没用啊？我按看怎么我往后看不了。你鼠标就往后那个摆嘛。啊是吗？我要开机动伞了吗？你都别开，你怎么我开了？那么我开了。那明天你他妈在哪个地方啊？哦，到城镇那边去对吧？你在地图上面，地图上面有一个蓝色的伞，我看你了。我在你后面。哎呀，这个我是很牛逼的呀，我就事先和你说好，你要跟上我的节奏。我看到那边有两个人也到这个城镇里面，我也看到了，和两个婊子一样。可能我要先死一步，兄弟。一个人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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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本来我也忘了，那个 K， 你他妈要按 K 讲话，那鼠标就不按了。小手比较小，妈，你手能够到 K 啊？观众说，脚啊，鼻子，妈一个东西都没拿到，现在一个东西都没拿到，崩了这局。我来救你啊！我有拿到一把枪。我他妈什么都没有。我有一把很大的枪。哇！我被射了！我被射！我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死了！Love s up， 我救你啊！我死了，我来了，我死了，想射我兄弟？我知道了，我要看你，垃圾游戏啊！这个我超级蜘蛛侠能死？那里有个人，前面在你前面有个人，他在射，哇牛逼，牛逼，你牛逼，没子弹了我操，崩了他，哇，残忍，又来一个，残忍，哇！残忍，还行啊，能把我救起来吗？救不起来了，你已经凉透了，已经。真的吗？你可以试一试，对我呼吸一下，人工呼吸一下。要不我自杀吧？好啊，我他妈一个东西都没有身上，找两个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你别发脾气啊，兄弟。我没发脾气，我在叙述这个事实。哇，哇，没子弹。你看。这是你自杀了，你是打算自杀了对吧 ？OK， 我们到下一局。这游戏应该五个人来玩，就很他妈有团队协作力。嗯，我们这边应该没有人买得起这个游戏。你，我跟你都是林彪送的这个游戏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那找林彪来玩呀？对，林彪他不会玩，他说不好玩这个游戏。林彪有钱呐、啊，林彪做视频被你夸一句以后上瘾了。真的假的？就疯狂喜欢做视频这个人，为什么？还是有点前途的，说实话。对呀、啊，再下一个水质吧。OK， 我们加到 Dimension 里面吧，把他们整个团队都收了。哎，我没有开玩笑呀。行啊。好，你给我把他 Q 给我呀，我到现在没有他联系方式，你知道吗？我退出去的话，估计就那个就断了。那也是，那有不要退了，就不要了，林彪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就随性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知道随性一下加不加，爱我屌丝哦，你知道吗？开心就好。他开心爱我屌丝啊！操你妈的！他说操你妈的！你听说话了吗？操你妈的！他说操你妈的！我怎么听不到啊？我操！怎么回事？等下我调一下那个说话。操你妈的！你们听有说话？可以啊。就游戏里面也听见吗？对啊，可以双重听到你声音。操你妈的！操你妈的！怎么都是骂来骂去的，一个都要被关闭了小黑屋。我他妈一个听操你妈的！我干你！操你妈的！操你妈个逼！操你妈的！我都歪了这个人。你妈逼的有个鸡窝！操你妈！我是超级猪侠！打你妈了个逼！操你妈！操你妈的！妈逼里面长毛！操你妈的！换一局啊！我操，一把小学生！哇，第一人称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啊！我操，
对。哇，这么牛逼吗？就是小奶子。操你妈的！很弱智。操你妈妈的！准备跳，准备跳，准备跳！一直狂按吗？狂按 F。哎，跳了。去哪儿啊？一起吧，待会别的意思。去那个核电厂吧。哎，我们可以掉，可以掉那个大洞里面吗？可以，然后摔下去就死了。真的吗？对。你试过吗？试过，然后你把我救活了，这个时候残血，然后一起死了。操你妈的！里面有啥东西啊？妈逼裤子！你抢抢抢你妈的！你抢！弄死你！我操！弄死你！哇，这地方这么穷吗？你在杀人吗？我他妈都快死了，被追。我看那里有个人，我说他有没有枪？我反正是没有枪。OK， 搏斗。对，这些东西打人挺痛的，真的跟 HEZ 一不一样，全都打。操你妈的！完了，他进去拿枪了，救我徐福，我后面有人。我救你妈逼！我救你。后面有人。操你妈的！你远攻击杀不了人呢，兄弟。操你妈的！这有枪啊，兄弟！我有枪了，我有枪了，我有枪了！哎，我摔下去会死吗？你们试一下就行。我试一下。我就要死。哎，没有，才上一这么一点点血。哇，是你吗？哇，别是不是撞死我，他妈的，另有后座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看一下啊。去玩儿，去江苏。玩儿。走了，什么声音？哦，不是我，不是我说的。那附近有人。啊，看，看到没？跳车。哪里、啊？死了。杀死了他。我来这儿掩护你，你拿吧。这个比我四倍近，我操。那边，我看一下，算了。你妈了个逼你！哇，喷子好用啊！我操，这东西。后面有个人在走，后面有人在跑。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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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会儿我装个四倍镜啊，看一下。哪呢？在那个森右，你看，就那边，就那边。我、哦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得一枪，两枪。这不很简单吗？这游戏，来 ，come on， 上车，来 ，come on， 在哪里？哇，有个人，这个人死了，摔死了。他怎么了？就是不能跳车的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这个人贼他妈有钱，然后摔死了，难不难受？应该是十分难受的。走了，往哪儿走？前面吗？右边。一直走吧。你看那个白线没有？小地图上，然后你的箭头对着那白线就行了。这局我们赢定了。赢定了吗？赢定了呀，还能输啊？怎么能输啊？哎，干嘛？你要咋记？漂个移，漂个移，玩一玩一下，玩一下。我们去桥边嘛？那个桥看到没有？什么桥啊？就是那个小屋子里面。肯定要过桥。哦，不对不对，安全区嘛。他妈多么美妙，这小屋子多么好看。是啊，然后进去就死了，人家蹲着呢。就这个鸡巴，有人吗？哎，别担心的，这哪会有鸡巴人呢、啊？这来人干嘛？来玩？看豪迈充营销。你的艳又我的艳，可以睡觉。啊，我在床上睡觉吧。你在种树啊？哎呦，有个人。哪里？你？哎，这个射了会不会爆炸？不会。你远点射！我操你！看怎么进去开始射了？这个逼不过脑子，我这个人，操你妈！而是我就想试了，如果爆炸就会很他妈喜剧，你知道吗？就给试了一下，想要节目效果就表东西。对啊，那肯定的。一般我们这些主播啊，看到红色的都知道是会炸的，但我们还是要傻逼一样，哎，去试一下，好像我们不知道一样。果然在那233233刷一个礼物，233，好像他们觉得我蠢一样。66666，但是蠢的是他们哦。别说他妈实话呀，兄弟。又对不起，捡了捡。还有42个人存活，我觉得前面那个建筑啊，对，有问题啊。没人，哎，枪声。去屋顶看一看，有个头盔儿，石头卷着吃掉了吧？人啊，人没石头卷着难不难受？人门啊，门人哦，好寂寞、啊、在这里。这个游戏就要蹲呐、啊，不蹲拿不了高名次啊，不是低名次啊。我们下去吧，这个什么垃圾屋顶啊，景色也不好，啥也不好。人要拿吗？我帮你拿着。拿，待会儿车的话，哎，有声音。上这儿了，我去屋里看。我们看到，我们看到他们，在哪里？哇操！我被射到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来，没死，没死，没淘汰了，没死。好，我打到了。后面还有人。狙枪的声音啊！小心，你在被射。对，
撤吧，撤了。在那里死了吗？我操！走！快回去！哪个方向？我这个逼他妈的玩狙击枪！我操！哪里来狙击枪啊？有狙击枪。大声！大声！打起来了吗？哎，怎么有人射我？你上来，上来，回来！哎，出来！操你妈！跟鸭子一样，有点。在下面。下面和右边，下面右边。死了。在哪里啊？我都没看到。那柜台后面，安全区，我们不在安全区。哇，好远呐！快撩！哎呀，两分钟不急，还有两分钟不急。先跑吧。哇，好远，感觉到不了了呀。倒车吧，倒了。有车吗？没看到有车。我刚刚那个车呢，在哪里？现在回不去了，带人去外面了。再也回不去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使劲跑，卖命跑。哎，有车看到没有？过桥了。桥上面，哎，追不到了，肯定杀不了他呀！有车，哎，有车吗？有车，杀他们！他妈的！哇！出来一个车，他死了吗？没有！快救我，兄弟！等，把那个人杀了！我怎么救你？我按什么救你？过来！按 F， 你别死，你死我就死了。他应该打不到我。他过来了，还有一滴血。拍那边，来那边，看到了，我打温带。那边有两个人。啊，我死了！啊！干他们！来 ，come on， 耶、yeah, ，救我！等一下，他没死，他淘汰了。天哪！我操！我死了。他没死啊！妈，那淘汰的时候旁边附近很有人的。他妈的！哎，很烦。淘汰好恶心，这东西。没有队友。哎，安全区过来了。他也死，应该差不多可以死了。哎呦，车！我操！车翻不过来，车翻的。刚这个突然出来。